八卦拳源远流长，伏羲八卦拳最入门的功夫就是七十二式老将。现在我把前面的十三式教一下你，你跟我几遍先看着我练一遍，然后我再分解练习。二郎半山，看明白了没有？不是很明白。好，子琪，来。我一个人。我们三个一起。啊，子琪带着练一遍。好，再提，双手贴身，向后倒走，翻掌下压，好，等一下，停脚，向后倒走。翻掌下压，按，肩以下平挑，通，握拳倒走，翻掌下压，打不开弓，仙人亮掌，并不完锤，好，引进，挑手，跳，二郎当山 ，OK， 好。到这里，好像还不行。那是后面的，今天能记到这里就不错了。好，跟我再练一遍。我正面给你们要做，但是你们看起来手是反的啊，都在后面。预备，双手贴身，向后倒走。翻掌下压，按，由下停脚，停，向后收，倒走，翻掌下压，按，肩以下停脚，冲，五指错开，握拳倒走，翻掌下压，按，马步开弓，仙人亮掌。下山，进，然后腰，收腿，抬腿，并进，快冲，调手，握耳一下，屈股，调手，二郎当山，好，来，我在前面带练一遍啊。哎，好，双手贴身，缓缓提起，向后倒走，翻掌下压，按，揉一下平脚，向后倒走，翻掌下压，按。肩以下平挑，冲，五指叉开，握拳倒走，翻掌下压，马步开弓，仙人亮掌，龙虎下山，引进，滑步，收腿，丁步，完锤，错进，拧进。侧挑，过耳门出腿虚步，挑手，二郎单山。